光是我们在学习西方油画的技巧上在不断的探索，国外的画家们也在为中国画的魅力所吸引。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欣赏一下国外的画家们所创作的中国画。于丹教授，这些画里面您比较欣赏哪一幅？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就是中间的这一张，所有人一看，这不就是中国画吗？你看它的那种山水的透视，氤氲的云气，然后它留白中的那种意境，这不就是中国人画的吗？但是你仔细看，大家看到吗？上面那几行签字，那个是法文。所以呢，就是这个画家呢，他其实有一个特别地道的中国名字，叫罗卫石。嗯，因为他第一喜欢徐渭，第二喜欢石涛。哦，那这个名字多有味道啊！罗卫石，也就是说，中国真正泼墨写意、得其精髓的人，他以他们为师，所以他就能够画出这样的山水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所有的绘画真的都是国际化的。技法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但是人画出的无非都是心中的山水，都是心中的表达。好，谢谢于丹教授哈，也请尚辉老师结合这些作品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嗯，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画的西方学者们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作品都是他们学习中国画，尤其是如何用笔墨来体现物象的一种方法，应该说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他们画的比较有中国的气息，就是不是看着画的，对，而是画的笔墨。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到法国、到欧洲可以学得比较纯粹的油画。那么西方的学者们到中国来也能学得比较纯粹的中国画。当然今天的中国画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如是中国画的当代发展和在西方这些国家博物馆中的那些中国藏品啊，能够结合起来展出啊，不仅仅是把中国画当作古董来展，而应该把它当作像于丹老师讲的，它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怀思想啊，尤其是一种艺术生活态度，这种方面来进行更多的展示和交流。我想中国画艺术的它的真正的魅力啊，就会产生推动文明进程、文化交流的作用。